我想要坐车车，可是我忘记怎么走了，是这里吗？那个地方有一堆车子，你一台都坐不到。什么？对啊，有两边都有车啊。嗯，应该说有四个地方可以搭车啊。嗯，这么多吗？哦不，我没有钱，我不能坐车。有两种啊，两种车啊。我走到这个地方，可是我没有钱。没有钱，没有钱，跟我讲啊！哦天啊，外面是下暴雨了吧？下暴雨！你们那边台东那么大啊？什么啦？我说雨啊！有看到我飞到过去，谁啊？可以让我捡个钱吗？你有看到吗？我只是想要坐车车哎、欸。刚刚有一个飞到树过去，可是我会延迟，我什么都看不到啊！我根本看不到谁是谁啊！就算杀手来了，我也看不到。真假？对啊，太延迟了。这里是哪里呀？这里可以坐车车吗？可以吧？你就坐啊。Just do it. Just do it. 对，反正我们能怎么玩？能怎么玩？我觉得很难过。借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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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对对对对，又是你，又是你，对对对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借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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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这里在做事情，你旁边去，你旁边去，嗯，我这里在挑战极限啊，你有没有看到？你有没有挂一下？看到这里的尸体有多少？可是我在坐车车哎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全部都他射弓箭，我死了，那可恶！你刚刚是杀了几个人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好开心哦，杀了九个人。到底，他们就一直捡弓啊！我就会延迟，我就不管，我就直接扔飞刀。难怪想说为什么会一直掉弓。拜托，我这么延迟都可以杀这么多人了。OK，YT 正常发挥中。嗯，还想要饶你一命，早知道刚刚连你都砍了。啊，我只是想要坐车车我的刀，他在喊着想要阿比的血。什么？在中二什么？可惜会延迟，不然的话就可以更好的 play 了。延迟也是一种特效。不是啊，人家看我还会是算是顺啊，你看我不是都还算 OK 吗？嗯，除了你，哎，对。对啊，所以那是对我不利啊。可是你要想、阿比是这关的，我们来啊。一起跳啊！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跳了跟你讲，就他现在改了后，我刚跳下去就没事，你就不相信我？跳下去没事，你就欠我一个道歉。好，那你先跳。一起啊！等一下，你又在那边嘲笑我。你在哪？我在大厅。那是杀手。哪里？是杀手，小心史蒂夫，他感觉怪怪的。可是他延迟。史蒂夫，我到那个地方了。好，我也要到。来来，一起跳，一起跳。赶快，赶快，直接跳，直接跳！我后面史蒂夫怪怪的，先跳，先跳！阿比，一起跳，一起跳！阿比，快点呐，那个杀手要来了，他直接是杀手！阿比，快跳！阿比，阿比，快点！不要你，我跳下去了，跳下去了！真心讲，你看跳下去不会有事，真的。我跳下来，你看它下面有个底部安全措施啊，对不对？底下好恶心哦。对啊，可以吼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直接我们一起来好不好？对，好不好？啊？我说对不起，我误会你了。误会没关系，等一下我们一起啦。等一下，真的就没问题吗？啊，之前掉下就会直接到那个虚空啊。对啊。你看现在底部有安全了。是吗？所以现在掉下去就起不来哦。对啊，我觉得就是你如果最后就是杀手找不到人，就会跳下去之类的。然后发现下面哇一坨，杀遍天可以啦，变成一个下得去上不来的地方吗？来，我来选 library， 我掉出来了，你有掉出来吗？有在外面乱跑。好，你要等我。看到一个长得很像巧克力的人，因为我还是很延迟，你大概要等我几分钟，他才会打开视窗。没有关系，慢慢来，多等多等。我已经跟他对话了，大家，我真的有在跟他对话，我已经点一下右键，他就不理我，我没有办法。Library， 因为我点了，我点了，反而变成是拿那张纸出来。
又可以拎着纸到处走了。没有，我是那个在选集的画面了，放满了纸，好多纸哦！大家有没有看到？一张、两张、三张，怎么又不见了？动了，动了，你动了，你进去了，你进去了。你去了？等我30秒，我就进去了。那这样你延迟你玩 library 会不会摔死啊？你现在在瞧不起我了？没有啦，怎我么们就敢？一直来回跳，看谁先死。我一定立马死掉啊！来啊！你瞧不起我哦？没有瞧不起你，你在生气气。我生气气，因为我动不了，我好想要移动。哎呦，可以移动了。这是什么？虚弱药水给我，嘿嘿嘿，虚弱药水可以干嘛啦？虚弱？不是吧？他没有虚弱药水啊！是吧？你喝了才知道，虚他喝弱了，真的要喝了才知道，嗯，不是可以看出来吗？看不出来。就算长啊？一样的颜色，喝下去也会不同效果。我这边已经有2罐了，玩这关就是把所有的钱都拿去弄药水就对了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越来越多喽，4罐喽。先刻一罐看看。哦，是缓速，缓速，你学拼学啊？不哭，好慢哦，有好蝙蝠慢侠哦，耶，救人哦！救人哦！哎，我死了，我在当制酿师哎，我的制药师已经一堆了，他背上背着87呀，什么东西？一个背上写着87的人杀了我。人家，小心，让我喝个水会怎样？我好难过，我就倒在那个药水的旁边，哀伤的看着旁边。临 死前还是一定要喝。早知道我就多喝一点了。哎呦，哦，就是她哦，是对妹啊，子哦。背上写着87，有没有看到？原来是妹子啊。噔噔噔噔。但哎，我不小心按到跑出去了吧？没关系，我们又来了。下一条命更好。下一条命更好。你进来吧，library。我好像真的按到外面了。嗯，真假的？我还看你在里面。真假真假？你现在跳出了哦，我看你跳出了。好我刚刚啊，不小心又按了你一个。你不能跳出，你要知道一件事情，阿比，不要乱按，因为当我们要重新进入游戏，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。Sorry，阿比，不要乱按，我按就好了。不小心按到我现在又了。要想办法走过去跟他对话了，我走过去又会被拉回去。真假？然后现在看到前面是没有人的，加阿油比，不要乱动。！No，不小心多滑了一下下。没关系，我们再稍后一下。我们再继续跟他进行恐龙的对话。他什么时候要跟我讲话呢？我觉得我们今天就不要玩别的好了，因为。是怎样玩别的就会那个网路有意见是不是？对啊，我们玩每好个都会啊，很累的啊！啊，这个可以，就是它一关结束会直接跳下一关。好啊，都对啊，这样啊，没有办法啊，这个延迟还是勉勉强强可以玩嘛。你看我刚刚还是可以拿获得优胜呢、啊。我不是指我一个人获胜的那一场，哎，我是说我们大家都获胜哎、欸。那个有降低巧克力的杀伤力了吗？非常有 可是我都觉要得让还我是有哭点了。可怕错觉啦。又是错觉，什对么都呀、啊，是错觉。你就是脑袋瓜，爱东想西想。这是自我防卫机制。对，所以就不要这个样子，哇，有那个假 ID CHOCOLATA 哎，哇，
Hi chocolate，你就很无奈啊，就是有这些黑粉在，我怎么宣导他们就不听，所以我们就选择无视他们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就做好自己，不然就要生气气了，不要生气，要跳那个什么神奇的，不要生气，仰望星空。不要生气，生气给魔鬼留步伐。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是怎样？就是巧克力在杀人吗？我要保护你，你要我杀人？真的吗？哎、欸，等我可以移动的时候，我已经看到杀手了，但是我没办法。嗯，杀手是、欸、我刚没看到杀手是，我没有看到是谁杀死我。你死掉了，我真的很想要保护大家，可是我一直被顺回去。所以你死了吗？我死了，你死了吗？我死了。你死了，我真的是很想要保护大家，只是他就一直把我拉回原位，我连掏出弓都掏不出来啊！我就看到那个弓在我的物品上，我很想要把它掏出来啊。很想使用它，但是无法，实在无法。对啊，我被封印了。今天的巧克力有被封印起来。对啊，但是还是具有危险性，请大家小心。为什么你们都不会累个我？就会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他这个会不会把我拉到掉下去啊？我看到有人很帅气的直接跳下去死掉了。是哪里？哦，不是这里。我看到大家又在。飘来飘去的，我想要孤在角落，可是我觉得这个角落很烂，而且有人看到我了。做什么，妹子？你要做什么？我要去买药水喝。孤着吗？这次有药水，我就要先喝了，免得等一下又喝不着。妹子在面壁。Nobody can see me。他走了。有人来了。You can't see me, Abby。我隐形了。真的吗？You 那不是只有 can't see me。十秒。哒哒哒哒。啊！我觉得我一直孤在这里好弱、哦。哎、欸，我投钱，他药水不给我 ，bug 吧？那雷哥，我刚刚确定我有钱吧？还是我捡到那个钱是延迟的钱？延迟的钱，所以下一秒他就不见了。哎、欸，这个钱还有假的，假钱。我要躲在这里，我收到假钞了。噔噔噔噔！哦，这是速度哎、欸，可是我要这么快干嘛？快，还要更快，还要更快，还要更快，不能，有点冲太快，我觉得我等一下一定会摔死。有了！哪里？哎、欸，死掉了，史蒂夫！又是史蒂夫！我恨你，史蒂夫！你让我喝个水。欸、我看到史蒂夫了。噔噔噔！啊，又是快速哦！可是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没有多大的帮助。阿斌在哪里？你有功？等一下，史蒂夫在哪里？就你史蒂夫在哪里？哎、欸，绝对难不倒你！马上看到他！傻乎乎！不是我的呀。没有，你要想啊，就是你拿弓，你不能乱跑。因为你乱跑，杀手近战一定会赢你啊！所以你要那种宽敞的走道，宽敞的走道、嗯，对，让他是直直的跑向你，你这样就有办法射到他了。图书馆这个哦，有啦，干嘛？你又在装那个吗？还是真的那个？你们进去了。我看到一个巧克力在面壁，可是我觉得不好意思，我还在倒数三二一哦。他可能下一秒就会拔刀出来了。我有武器哦，你有没有看我？大家快来看，这里是巧克力耶！我有武器哦，你有没有看我？你有看我？你想怎样啊？干嘛啦？啊、我双手举举了。仰、啊、天开枪喽！凶巴巴！好，你们都看到，你们是好人。在保护你。走，再关上去那个啊，大厅。大厅我们后面有杀手是不是？你死了吗？我不确定是不是跟着你的人。你死了吗？我死了。
那就在我们后面呢，霸气哦，霸气哦。这个人是在哦，在这边呢、欸，一定是刚刚跟着我们的人呢、啊。你刚刚不是跟着我吗？嗯，然后二，是不是那个白头发的？我不知道，没有看到哎、欸。他感觉很可怕、啊，跟很近哦，不是他们。他有问题啊！为什么要跟我那么近？他为什么要跟我那么近？他为什么要跟我那么近？他为什么要跟我近？他为什么要跟我那么近？